者王新于台北报道。原住民金曲歌后纪晓君今24日出席台湾部落宝藏二手音记者会，她穿着一身传统礼服，只不过胸前挖一身，展现暴乳身材。而她近日代言减肥产品，自称瘦了20公斤，连罩杯也跟着缩水，消风到只剩七罩杯。纪晓君表示，其实现在还不是最瘦的时候，2001年拍摄《蓝雨之恋》时只有53公斤，小说当时躺在石头上拍摄画面根本是十把烤肉。离奇的是，当天晒完太阳后，他用自备的体重计一量，发现只剩50公斤，听得现场一片惊呼。对于瘦身成功，纪晓君大方分享减重撇步，饮食控制上不吃淀粉并多摄取蛋白质，晚上则是不喝汤，就算要喝也以青菜豆腐汤为主，每天还会快走40至60分钟，让身体新陈代谢提高。台湾部落宝藏二将于6月2日起播出。台湾部落宝藏二首映记者会，纪晓君，记者潘少棠社。台湾部落宝藏二首映记者会，纪晓君，记者潘少棠社。台湾部落宝藏二首映记者会，纪晓君，记者潘少棠社。